大概每个中国人对长城都有自己的情结。春风落雪，正是探访长城最美妙的时节。二十年前，十二位顶尖设计师联手打造了长城脚下的公社，而今天作为凯悦甄选的旗下酒店，36栋别墅错落山间，就像住在风景里，成为我在京郊最新的向往。每一栋别墅都像融入自然的艺术品。我最喜欢的是以紫禁城为设计灵感的红房子，红色仿佛在这里焕发了千万种新的生命，而雪地中的红则是最极致的中国韵味。威严武设计的竹屋应该是公社里最融入自然、最有中国味道的，阳光好像化为诗人，为这里留下温柔的投影。一段艺术旅程，一份山谷佳肴。一场雪落人间的童趣时光，更要登上雪后的思想长城，感受现代建筑艺术和古代建筑奇观的世纪对话。雪融之后便是春天，希望每个季节的轮回都有长城相伴。